人江凡凡有着直率又可爱的个性，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分享日常，并在工作之余也用心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。日前他与社群平台晒出自己八年前的模样，表示八年前的6月1日是他踏入 YouTube 的第一天。江凡凡想给那些还在奋斗的粉丝们一点信心与鼓励，所以决定用最实际的方式，那就是随机抽选一位幸运儿，将自己当初创业资金的1/10，相当于台币10,000元送给被抽中的粉丝。他还在文中透露，八年前的自己并没有想那么多，只想表演赚钱，想被看见，所以存了100,000元，与会剪接的同学合作，买了摄影器材后就开始拍影片。他坦言自己这八年走来确实不容易，所以想给粉丝一点助力，获得网友大赞，凡凡真的是很暖呐。Bye.